啊，这一束花都变来搞我回事嘞哦！啊，之前你不是讲我是一种会苦读心非常歹打家，啊，袂输那母老虎同款嘞。我哪有这样简单咯，就原谅你呀？对了对了，我知啦。好，对吼对吼，啊，我你的意思就是讲我就是一个母老虎心。无啦无啦，当然嘛唔是，我是讲哦，你的生气，迄嘛真正常啊。搁安怎讲，谁拢无希望讲予人误会嘛？而且，家俊嘛替你解释过啊，我即摆已经知影吼，你其实是一个表面上真骄傲，啊，不过你事实上哦，是一个真温柔、真大心的好妈妈、好大家，嘛是我喜欢的迄款梦中的女神啊。像是烈女神啊！总共一句啊，我今日是诚心诚意要甲你回信的。你若是唔肯接受，啊无，我就把这束花搁砸断去。喂，等等，你哪一根送花过来啊？我若是哦，要甲伊收落来，安尼唔是做拍算的。好啦，我看你叫出来民主上，我收落来啦。啊，安尼唔接对，嘿，这芳花哦，来美人来配唔是较对啊，哈。美玲小姐，啊，既然花已经收来啊，敢会当婚礼别坐啊？当然嘛，会用的。来啦，请坐啦。啊，多谢哈。啊，你要啉茶不？我得去泡茶啦。免不用啊，阮姐姐要来走啊。请坐啦。好，多谢。对了，啊，恁后生李文章伊讲何滴？伊找有啥物代志啊？嘛无啥代志啦，我是想讲要来甲回家室的解释一下尔啦。免啦。我后生哦，已经无用啦。骗笑的，啊，阮后生工课嘛足无用的啊。也毋过，人伊三不五时啊嘛找我食饭开讲啊。我若毋相信恁后生会无用，甲连一点时间拢拨袂出来。因为我后生哦，真优秀，练得真好啦。啊，找哦会识得道的人真多啦。阮少年党哦，比恁后生较优秀啦，才袂亲像恁后生哦，这么骄傲，连迄人情义理拢唔捌啊！无唔对，啊，若是这点哦，阮北方确实比恁后生哦好真多啦。嘿嘿，对啊对啊，恁后生哦，比阮后生哦，佫较捌人情义理啦。啊，唔过恁后生哦，已经做生气啊，就算讲哦，比我后生好一万倍嘛，无好啦。相公，阮后生伊做仙啊！啊，是你家己讲的，你讲你后生哦，跌落海内底啊！哼，阮后生伊福大命大，伊真正是坐太平洋坐一日哦，佮游回来无死，安怎？哈？伊佮游回来？迄当然咯，伊唔若游回来无死，即摆甲恁后生哦是同事，佮做同一个贱人啊！贱人有这种代志？无唔对。啊！不过恁后生哦，伊是设计大楼啦，啊，重视外表，都亲像伊是时做烟头啦。也不过根本都无内在，无亲像阮后生，伊是室内设计，啊，重视内容哦。伊唔干啦，时做烟头，内在阁好，真正是全世界无得比的。你莫当咧乌白讲啊！那我后生哦，是全世界哦上烟头、上智慧的查甫人啊！哼，那是你无看到阮后生尔啦。啊，若无，你都唔敢伫遮咧讲遐臭屁话啊。妈，海龙王，聪哥，啊，你哪来啊？哎，叫纪嘉纯啊。海哥讲哦，伊后生还佮我的啦。啊，今嘛哦，甲迄个文章哦是同事，你敢知影这件代志啊？你，哎，嘉纯啊，你拄好来替我作证。啊，阮后生敢毋是无死？哦，啊，恁敢毋是有见过面啊？对无？妈，啊，你敢后生见过面哦？啊，你后生跑到海无死，搁活起来，啊，竟然有这种代志哦！
这就叫做奇迹，奇迹你捌听诶无？迄是要偌大诶福报才会发生诶，你知无？嗯。啊、哦，无怪哦。啊，迄天文正甲嘉诚去参加迄慈善义卖晚会，回来了后两个人拢无讲话，啊，甚至搁分房困。这甲恁后生一定有关系哦。遐着讲。一定是李文章看到阮少年党以后，感觉事事行行拢无对比，所以就甲一口气出伫嘉纯身上啦。昌哥，你嘛袂讲啦，文章伊袂安尼啦。什么袂？查甫人上惊比较啦，这一比吼，就知影长短啊。这李文章看到阮少年党以后，就知影意思啊，自然地退出，到时阵因两个就会当破镜重圆啊。昌哥，你莫去讲啊。什么卖阁讲？我要讲，而且我大声讲啊！李文章袂当甲阮少年党来比啦！是向我变回赵鸿生啊？啊，你要讲啥？文章，你哪会回来啊？文章，啊，你老实讲啦，啊，你甲嘉纯啊，这几天咧分房困，是毋是因为赵鸿生的关系啊？啊！你两个想做冤家啊？啊，敢会是嘉纯哦？要求被家你分开啊？想要等伊个前男朋友的身躯边啊？妈，我无安尼讲啦。哇，阮两个的冤家不是因为小巴，是因为文章偷偷甲 Carol 见面，佮为着 Carol 受伤，帮我分教嘛，无甲我讲，我骂我，我才会这样受气。听到无？啊，即摆唔敢那是嘉纯佮阮后生中红的问题尔。恁后生伊家己甲伊个前女朋友吼，伫安尼搭地袂煞，啊，无怪嘉纯也生气啊。人阮后生不妨伊着甲恁后生无共款啊。伊偌单纯，偌痴情嘞。自从伊熟悉嘉纯了后，心肝内着干那嘉纯一个人尔啦。连伊死去啊，活倒转来啊，拢无改变。这哪会是恁后生用个比个？哼，即嘛是讲啥？海龙王只不过是讲实话尔啊，实话。所以你即摆是心灵，你心内搁在爱赵崇生。我讲诶，是你心内还搁有 Carol。我嘛讲过啊，我甲 Carol 根本就无可能，你现在无要相信我。你头头甲 Carol 见面为着伊受伤，搁甲我失约，你叫我安怎相信你？奶奶你咧，你甲赵崇生什么情形啊？你该偷偷记名，唔敢甲我讲，搁替我送 KO 去病院代志来堵我，敢不是因为你心虚？敢不是因为你心内搁有赵重生，对我搁有感情，我都甲放下。你，无你一个提供照单，敢伫我面头前喷遮唇啊？啊！海龙王，我拜托你莫搁讲啊！我知你是为我好，不过这件代志，我阿母家己解决就好，你莫插手啦。对啦，这是阮家的家内事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无啦。啊，拜托，请你先回去啦吼，先离开啦。阿玲啊，对，阮若一走，老家村一个人伫遮，互恁两个欺负伊哦。啊，无，今晚叫恁少年党来保护伊啊。啊，好啊，我教另外。来，乔啊，莫阁讲啊啦。家村讲了无唔对啦，因阿母的代志哦，也是互伊家己去解决啦。咱若是搁加讲话啊，甲代志安尼愈雾愈大。美玲小姐，我本来今仔日哦，真正是诚心诚意要来甲你回信的，啊，想袂到煞害嘉纯甲文章搁咧冤家。嘉纯啊，啊恁若是有误会啊，就好好讲互清楚，千万唔通搁为着拜访冤家啊，吼。我知啦，多谢你。好啦，啊，无阮先来走。嗯，顺行。嗯。文章，啊，拄只嘉纯讲你甲 Carol 代志，敢真正是真诶？是真诶，啊，毋过毋是想安尼，是因为 Carol 巴肚痛啊，就要昏去啊，我才送去病院啦。哪能你咧？你甲 Carol 代志，想要做要问问我，袂当甲我讲老实话。你跟你前男朋友见面的代志，你嘛问我啊，无甲我讲老实话。好，既然你要过去，
哪里无什么好讲？我当去房间休困。哎，不不，江总，江。张啊，迄翁阿婆有啥物话，就好好讲啊！迄结局是我都解决代志的啦。妈，你嘛看到家存的态度啊，唔是我咪要甲伊好好讲，是伊根本就无要听我讲、啊。对啦，啊，迄、那个伫咧无咧海内底啊死去，佮活倒来，迄、那个赵重生，伊讲是你的读书啊，这到底有啥物情形啊？我敢若知影，伊跋落海无死，最近才倒来，佮改名叫做赵重生。即马跟我同款，负责共一个建案。妈，其实你看过伊啊，伊就是文正的厝主。文正的厝主，啊，毋就是家纯叔叔连来的小巴，啊，进前跟来人到咧亲门打呼，啊，把伊到底想要安怎啊？妈，我唔知啊，我唔夹鼻涕，我要上班啊。怎会变成安尼啦？啊，这赵八方哦，早唔回来，晚唔回来，啊，偏偏你在这个时阵走进来找家存，啊，敢会是要破坏阿婆的感情啊？啊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，才会用帮助文章啊，把我的心不老掉的啊？